大家好，我是铁文的杨家宏，然后今天受 Cycling Time 单车时代受邀测试这件 Mountain Polo， 这件 Mountain Polo 车衣的整体感觉穿着舒适度算是蛮高的，还有合身度，所以如果习惯穿着比较合身，就是比较 fit 的话，你可以选择更小的尺寸，因为它的材质算是蛮有弹性的。然后它像它的袖口蛮长的，但是服贴性是非常高。你在活动或是比较大的活动性来说，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袖口还有腰部的腰口这边，它的那个止滑效果都算是非常不错。车衣后面部分口袋部分，它一样是采用三个大口袋，然后侧边啊，它有。算是比较大的角度设计，所以你在拿取的话是相当方便。然后还有一个比较贴心的侧面暗袋，你可以放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。拉链的部分是采用 YKK， 所以你在穿脱上面是没有什么问题，是非常滑顺的。整体穿着感是非常舒适透气。接下来是吊带车库，吊带的部分它是高弹性，然后非常透气，所以你在穿着在。算你的肩膀上面是非常舒适的，再就是它表面的透气性算是蛮高的，尤其是裤口，就是你在骑乘的部分不会有压迫感，算是蛮舒适跟服贴，然后还有反光的设计，再就是它裤垫不会说太薄，也不会太厚，算是适中，所以穿着来说是蛮舒适的。然后整体来说，安全性。然后舒适性还有裤垫的穿着感都算蛮不错的。接下来是车袜，车袜比较不一样，是它的材质跟裤口跟车衣的袖口蛮类似的，就是非常薄，非常服贴。然后不管你天气气候是舒适型的还是闷热型的，都算是蛮服贴，不容易会滑动。最后手套的部分。手背方面也是透气性的材质，在你穿脱方面是蛮容易的。然后在魔鬼毡，它在你的手腕这边不会有造成很大的压力，算是也是蛮舒适的。尤其掌心的部分有一些设计上的胶条，在你握把手方面是有止滑效果，但它又不会过于太厚，让你手感没有那么好。